稍微请教一下，因为上个礼拜这样攻防，那你目前的状况还好吗？有，我身体也都复原了，所以比较有力气，也恢复我的这个运动了。谢谢。不过他们有人在讨论说，您是不是他们说议事人员其实本来就应该跟着您来走，这样应该是没有错的，对不对？当然啦、啊，王金平院长就曾经这么说过啊，一直以来我在立法院都是这样，就是招委在哪里，议事人员在哪里。而且呢，我觉得身为一个招委，我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义务，把我们的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然后第二呢，我也要来保护我们所有议事人员的这个人身的安全。然后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非法闯入这个委员会，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社会大众都看到，是可以够被公平的。上，因为第一次他们议事人员被软，有出现被软禁的一个状况，后来稍微关心他们一下。有，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所以那一天其实呢，我也没有把这个我们在另外的会议那里啊，这个做太长的时间，因为我担心他们的身体，比如说要上厕所啦或者干嘛的。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画面看，其实我在那儿已经喊散会了，他们也还不让议事人员休息。对。了解，好，谢谢赵伟，谢谢赵伟。大家辛苦。我想问一下，如果议事人员们都在招委的办公室的话，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议事被瘫痪？所以如果内政委员会这样的话，那其他七个委员会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比照办理？恶意的霸占主席台已经让我们其他的这个应该合法、合规、合理的委员会都已经被停摆了，这是第一个先期。第二个先期就是早上7点以前来闯这个委员会的这个门口，用非法的方式，其实呢，我想这个也不容许的。然后第三呢，招委我一直强调，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来让我们的议事可以顺畅的进行。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议事人员的人身安全。我做招委的，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义务。我们真的期盼立法院回归到这个正面的讨论，有什么事情不能够讨论，要用这么样的恶意霸占主席台，然后呢，让我们所有委员会、立法院里面的这个职权被没收，然后被停到，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示范。那委员可以接受，如果民进党的招委也把议事人员带去办公室吗？然后包括了、那个，我想其他的党团不会，现在已经社会上有那么大的氛围了，其他的政党应该不会用这么下没有下限的方式来让这个委员会恶意的不进行，甚至于是开锁或者是破坏门窗，我觉得这应该都不会。我希望呢，韩国瑜院长能够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让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发生，好不好？谢谢。那你觉得说，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对外发言，请你们谅解，好不好？不好意思，谢谢。办公室在，没办法回，不是，对不起，我们不接受访问，真的，我们议事人员真的没办法接受访问，请你们谅解，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能这样说，我们都不能对外发言，对不起，谢谢。我非常遗憾，今天在内政委员会有这样的状况，这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的立法委员应该要有的态度，最少你们应该尊重一下招委说话吧。今天是一个民主最坏的示范，尤其在内政委员会里面，我没有气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说话，请他们能够招委不讲话都不让我讲话吧，不要没
不要哈？为什么害怕讨论？议事人员怎么没有参与？为什么害怕讨论？议事人员，麻烦把麦克风开大声一点。不要没收民权。亲爱的民进党的委员们，请保持民主风范，跟一个成熟的大人应该要有的表现。你们至少让赵伟说一下话，安静一下好吗？连赵伟讲话你们都不让赵伟讲话吗？麻烦一下，请安静，谢谢。宣布议程，我们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到我旁边来，把议事录给我。你们连让赵伟讲话都不讲话，你们有尊重我吗？请议事人员到赵伟的旁边来，我们开始开会。请按铃。我原本希望大家好好的谈，你们连赵伟讲话都不让讲话。可以这么阿爸爸？你现在到我旁边来，我们开始。反对鸟笼罢免。如果你们不尊重、不安静，让赵伟讲话。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的会议议事录。宣读上次的会议。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